继续来看博新乡大华村信天堂，在举办这客家吉安地福三工法会，真侪信众拢前来参加这场法会，借这开斗阵会仪式来为厝内边的人求平安。立法委员表示讲，透过神尊的庇佑加持，在接近年尾的时阵，感谢神明的保庇，和信众啊，在新的一年会当平安顺遂。在这法会当中，也来祈求着每年会当风调雨顺，信众出入平安。在庙内拜完了完完的开斗灯会，或者旧的客家吉安地福法会相当的庄严。这是埔心乡大华村圣天堂举办的客家吉安地福三工的法会，为着信众参与活动，透过开斗灯会仪式来为厝内的人祈求平安。庙方人员表示讲，透过神尊的保庇加持，在这岁半年中的时阵，感谢神明保庇，或者信众一年来平安顺心。感谢呢，等个地藏菩萨吼，真灵感啊，来大天宣化啊，宣化啊，第三天吼，安尼真感谢吼，十方的神仙准备这奖品吼啊。大家安尼真虔诚，咱个感谢吼，啊，咱圣年堂安尼，逐年安尼吼，愈来愈增加这个，可能迄祭品啊，愈来愈办的嘛愈大安尼吼，啊，真感谢十方的神仙来呢供养，啊，大天宣化，大体菩萨安尼发这个大愿，菩萨这个大愿尽量要。安尼个，安尼达成安尼吼，大家拢作虔诚。啊，咱圣天堂吼，嘛伫每礼拜三、每礼拜六，拢有安尼伫遮哩哦，即、這个念即个地藏王经吼。啊，这是大家拢作认真、作共同、作努力嘞。咱斗阵做呢吼，伫这三工内有分日班、夜班吼，来轮班来过即个斗阵会。你这斗阵会呢，主要是咱会伊一个平安斗吼。伊个一个火袂当去失去，而且讲伊个安全吼，嘛是要来个注意。所以讲，这二四点钟拢一定要有人哦来遮轮值看守哦，啊灯油哦不着嘛一个天哦，啊希望讲这个拜道的灯会吼，会到后大家来一个平安顺遂安尼吼。所以讲，咱斗阵做的一个任务嘛真重要安尼。发挥最后伫个举行甘露法师科技，即法师分送即奖品，一个糖啊，和信众或者信众下当带回去保平安。即庙方人员表示讲，安内吉安地福发挥伫即祈求来年风调雨顺，信众出入平安，为即今年做上佳好的圆满结束。中视新闻有宏观播新报道。